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雷姆，欢迎收听我影片。今天我们玩的游戏召唤图版 Summon Sport， 没错啊，这个是中文版啊。我记得在年几两年前啊，我觉得很久之前玩过日文版啊。咁嗰阵时玩了一排，咁就冇继续玩下去啦。咁好兴奋地估唔到中文版竟然冇谂过真的会出嘅。咁我非常之兴奋，咁我即刻 down 翻嚟继续玩啦。咁呢游戏系我自己其中一个好欣赏嘅游戏，因为个玩法真系好特别啦。因为其实战棋咧喺电脑上面我好中意玩啦，咁但系手机上面其实你要简化到一个地步，能够喺手机上面玩到，其实好难。咁召唤图版系一样嘢，佢真系做到咯，而嗰个节奏啊等等都掌握非常好，所以呢个系我自己非常即系心目中里边咧排名非常高嘅一个游戏。Anyway， 咁我哋而家可以开始玩。咁好多朋友可能未必知道呢个游戏，不过唔紧要，一阵咧我会教大家玩《速成召唤图版》，OK？ 系啦，顺打一提，咁呢个游戏其实系 PAD 嗰间公司做嘅 ，PAD 即系 Person Dragon 啦 ，OK？ 咁呢个系佢哋嘅第三款、第四款游戏，冇记错 ，OK？ 我哋睇一睇我哋嘅队伍先啦，好唔好？睇睇呢个就系我哋暂时啦，我用得比较多嘅水队啦，因为我呢队咧比较完整嘅，咁就水属性攻击力 2.5 倍啦，咁我就呢一队咧都几好嘅，咁我就未练满晒啦吓。咁其实另一队我就培养紧嘅就系呢一队，咁我好兴奋嘅咧，你见到三个都 max 啦，但其实佢哋未进化嘅，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好想同大家一齐经历呢个进化嘅阶段，正啊喂，正啊喂，因为你三只点讲咧，我自己嚟讲咧就好中意呢一隊，呢一個打法其實幾好，幾王道嘅打法嚟，因為佢除咗攻力夠啦，咁佢仲會吸血。好啦，我哋進化冇講咁多，呢隻咁嘅嘢型到爆炸啦，睇下先。嗱五星咁樣進應該好美，六星啦，六星。但我驚我唔夠 cross bar， 應該唔見到 cross bar。進先呢度唔理佢啦，唔夠 cross 先算啦，唔夠 cross 星啊，我而家八十二星。喂，嚟 come on baby， 進化。哇，係有啲有型喎，火焰之查拉斯特拉。哇，唔错，佢进化呢只进化，咁我哋继续进化，其实我想进化呢只，因为呢只就呢队，呢只要进化呢只，呢只好似好劲，因为呢只就是、我呢一队嘅 leader 啦，咁我进化完，唔知佢有冇变到咧，有啲劲，应该就正常嚟讲 ，Come on，let me see， 佢都几靓嘅，讲鬼 ，damn， 哇，同埋好多星佢，七星佢真系犀利，哇，紧要，咁佢四康以上就系吸血啦，九康以上就攻击力5.7倍啊，非常之暴力，好好用呢张卡，非常唔错。好啦，咁最后仲有一张啦，就系、是、你进化埋你，因为咧而家比起之前喺日版嘅时候咧，打素材系易咗好多。佢素材嗰张卡系长期都喺度，所以变咗系大家要打素材都相对比较容易打。好嚟 ，come on， 哇，正喎呢张，又系七星喂，好靓七星卡有。好啦，呢一张卡，佢都系吸血嘅一张卡，又系七康以上4.8，唔系，系七康以上先至吸血。OK， 咁我头先嗰张好用好似，头先嗰张好似泛用少少。OK， 我哋睇睇我哋嘅会唔会爆 cos 啊？应该唔会。冇爆 cos 嘅，咁系非常之稳明，稳明。咁但系咧，佢好明显啦，要继续升一升等啦。咁我系咁以强一强化点啦。有一个问题我想问，我试一试先。嗱，呢三只咧夹埋升29咧，究竟如果我就将佢进化之后咧，你估会唔会？加经值多啲咧，喺三只夹埋咗系29咧，进化完系几咧？强悍嘅火焰啊，强化鹰，好威好威水，我嚟揸执佢睇下佢。哦，多少少啫，咁即系其实可以唔进嘅。咁但系如果你level 高嘅时候，你食一只其实系平食三只噶嘛，其实都有两只数量嘅。而家高咧嘅时候，我分辨明显啲啦，咁低咧应该唔好明显嘅。成功。其实仲有个嘢想讲解，因为咧我之前玩日版嘅时候咧就冇任务呢个部分嘅，咁而家有任务呢个部分咧，咁就方便俾我哋咧去打好多额外嘅奖品翻嚟啦，好多嘅嘢翻嚟啦。咁我唔知道日版而家有冇啦。Anyway， 我而家玩呢个有。好啦，咁我而家想打啲素材翻嚟嘅，咁所以咧我系想打一关加利亚验证殿。好啦，活动关卡先。加利亚验证殿，我拣队伍先，拣衰队。系，虽然头先我进嗰队唔系水队啦，不过诶有一只喺度嘅，佢喺度嘅。不过其实我应该升一升佢先啦。但系而家冇素材，唔理咯，照打咯。我哋打极啦 ，she，
冇錯，因為再打多一次咧，佢又有多四個素材俾我，其實好抵玩咯，我覺得打呢、這個好方便啊，咁樣去打啲經驗值翻嚟。好啦，咁啊，簡單講解下遊戲點玩啦。你見到好多箭頭嘅，咁雙箭頭代表住你可以行到最盡啦。啊，單箭頭代表你只可以喐一格啦。咁每個回合咧，你只可以喐一隻角色嘅啫。就你見到呢只咧，佢應該 show 呢一隻，你只只都啊呢只 OK。嗱，你見到向前咧，佢有兩格啦，代表住可以行到最盡啦。向上只係一格啦，所以佢只可以行到一格嘅啫。咁簡單嚟講就係咁啦。咁我第一回合可以唔喐住。我習慣嚟嘅，等佢過嚟，因為佢哋見到佢過嚟，其實好戇居。佢攝入我呢個位度咧，佢自己中伏。哇！妙嘅，好啦，遊戲就咁玩啦，非常簡單，係咪？容易操作，係啦。咁我呢一隻角色進化之後咧，佢多斜角啊，本身佢冇斜角，咁而家進化之後多斜角 ，very good。就啦。咁呢個遊戲好講求 combo 嘅，當你combo 越高嘅時候咧，你嗰個攻擊力亦都係越大嘅。所以大家最緊要咧就係多做 combo， 斜打。所以咧呢個遊戲唔難玩嘅，好似係，但其實佢裏面咧係有包含咗好多戰棋嘅感覺同埋元素啦。咁其實一般關卡還好啦，但係有啲關卡其實真係好難打嘅，係啦，並唔係真係想象咁簡單。咁但係佢嘅基礎可以講係非常之容易玩啦，好似係佢基礎啫。係啦，我攻擊力咧係兩隻夠打一隻嘅，所以我點解唔走上去打嗰只咧？所以你要摸得好清楚你自己啲你的攻擊力啊，好緊要。睇睇先，睇睇先，秒你啊！秒 shot， 秒 shot 你，上秒一隻未死，唔緊要，我哋可以順便補個血，食心咪補血啦，咁就冇所謂嘅，邊個食啊？唔係有所謂嘅，咁即係有啲人食咧就會可以共享嘅，唔係個個都唔係個個食咗可以共享嘅，咁我呢個咧就有共享嘅功能。好啦，睇睇先啊，都差唔多，唔使点喐。应该两只角色打同一只，因为黑熟啊嘛，水黑火嘛，咁应该两只 suppose 咧都可以打死。呢个争少少，佢比较后生少少。Good， good， 冇问题冇问题，秒两只。呢关系相对比较容易嘅，仲要你用水队啦吓，同埋呢队水队其实几暴力下嘅，几 O P 下嘅，系唔错嘅。O K， 好啦，可以收佢攻啦，收佢攻啦，埋咧 ，my done， 有钱，有钱钱，有钱钱 ，O boss，boss 出现。我呢个 boss 咧，嗱，你见到 boss 系占四格嘅，咁换言之咧。我有時有箭嘴一向向前，一向向上啦。你當呢只先算啦。如果佢係企喺嗰兩格嘅話咧，兩格都會打到嘅。好啦，咁我部署一下先。呢度係啦，打 boss 好，但係行過嚟最好。砰鐘！好啦，咁而家你見到啦，其實佢係中我好多下攻擊嘅。你見到呢一隻咧打到兩下啦，呢一隻咧又打到兩下啦，呢一隻又打到兩下啦，呢一隻又打到兩下啦，所以係。24 com 嘅呢個撳埋非常之犀利，同埋我呢只有穿透啦。穿透咧，我係唔知道，因為穿透意思就係打完前面嗰格啦，可以再打埋前面嗰格。我唔好 sure 穿透咧係呢一度呢一個應該係可以打埋後面嗰格，所以先有咁高 combo 啊。好啦，我哋入去啦，好誇張啊！呢個26 com 冇咗一半血，好強。你看到佢 boss 咧，佢呢個攻擊模式好特別嘅，佢唔會話一定有嗰個攻擊模式，佢有好多種啦，然之後 random， 所以你其實要熟習嗰啲關卡嘅王咧，你就可以打得更加犀利。所以好緊要睇攻略，呢樣嘢睇攻略好緊要，因為有啲你好變態嘅啲王好變態。好啦，我哋應該佢冇開防禦嘅話，如無意外呢一下有機會秒到佢啊！It's so easy, easy man, easy, easy man. Oh yeah, oh yeah.
非常犀利。暂时我的水队都是比较强劲，其他木队都还好的。Oh, level up again！ 木队都还好，但是都是水队我那个队长比较 OP 的，你觉得？哎耶，多谢晒 ，OK， 领嘢啦，领嘢啦，领嘢啦，好啦，咁又拎到嘢啦，咁我哋又进化佢啦。其实唔进化我都得嘅，因为其实差唔多我就一啦。你哋中意吓，我自己就可能悭啲钱啦吓，悭啲钱就进化，进化先至再食啦。好啦，俾我只识食咧，定系同族性食嘅。冇理由唔同屬性食嘅，系咪先？除非好肚餓啦。OK， 俾你食，俾你食，哇，升好少喎。好啦，我見嚟，咁我俾另一個食咯。嗱，呢只叫唔識食，因為我想升呢只，因為我都好好勁，都 OK。本身升到30咧，這個升到26咧，蝕咗少少。不過唔緊要啦，照俾佢啦，我哋強化。呢、这个世代真系要打一下啲紧急任务去攞啲雀仔，啲雀仔其实就系经验值嚟嘅。Perfect， 哇呢只真心劲啊呢只，叫天上圣母伊西斯。咁当然咧要带我哋呢度去实战一下啦，冇错啦。咁我哋试下玩呢个叫玉龙岭。天长黄龙极的难度，冇错，要进入呢个关卡。咁呢一队嘅特色就系吸血啦，咁所以咧佢嘅持航力都系非常之强劲噶，我觉得。咁同埋而家我就仲未升满，咁我相信升满会更加之劲，抽到爆炸。好，我哋开波，之后咧一嚟啊深入敌阵啦，仲使讲嘅，佢都系，佢都深入敌阵。咁我梗系翻翻嚟啦，识打一定系翻翻嚟围殴佢噶，咁佢死咗啦，几咁 easy。好啦，跟住我就上去，系啦，你见啦，围攻就系王道，呢、這个游戏就玩咩？玩围殴，齐来围殴吧，又继续围殴啊，系可以秒杀嘅节奏，哦，两万金币唔错，唔错唔错。啊！呢、這个醒目啊，呢个醒目啊，醒目点解醒目咧？就系佢唔会行埋嚟俾我围我啊，所以咧我就要主动行埋围我去。OK， 咁呢个应该就偷个钟啦，梳下多下多下。哎，有心心食喎，呢个唔好蚀底食心心，补血，搞掂。第二个 area。好啦，你见到咧，而家哇呢度又正喂，食实晒啊！我见呢度一定要向左啦，唔系喎，呢度少咗喎，打边只先啦，杀咗啲星星先啦。因为三角嘢咧系嘅防御好高嘅，基本上打佢咧，啱啱好杀到，搞掂。跟住就好明显，跟住就暗呢一只走上去上面围佢啦，九 com 啊，爽啊喂！good good good， 秒咗秒咗秒咗，好辣！哎，佢自己落嚟喎，啲AI 真系聪明，咩叫自投罗网就系讲呢啲嘢。哎，埋单埋单，好啦，剩翻呢只乜嘢，搞掂埋你啊！抽你皮 ，boss 出现，其实 boss 咧好聪明，佢体型够大。所以是容易被人围殴的，这个是他这个游戏设定很有趣的地方。你体验越大其实越不着数啊，虽然他可以打的人多一点，但是他被打的机会也多一点，所以很公道的世界，我觉得都是等他过来啦，等他过来比较好一点，那可以等他过来，然后你一个18级，哇哇三都围半行的，我有哎，佢有个禁咒喎，衰减嘅禁咒，有个菊花喎，佢将个菊花摆喺身上面，算系点先？咁我相信咧，廿金应该有机会咧，将佢带走啦。一波，第二波，哎，收你工，喂，残血两，捆绑之息，
诶，佢虽然冇捆绑知识做，但系又唔捆绑我喎。我以为控场啦，佢又冇控场。好啦，咁我嚟家技能都未 OK 添啊，仲要收你工。拜拜。非常强悍嘅一队，我要努力练满咗呢队，咁就威威啊！睇下先 ，good，very good， 呢队真系唔错，系咁升呢，我发觉自己打呢关卡咧，打极嘅关卡就系咁升呢。耶！有冇打成？有嘢攞，原来系85咧，有嘢攞 ，very good， 靓靓嘅天上圣母。好啦，今日游戏介绍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翻嚟有机会再同大家玩召唤版或者其他更加多嘅游戏，下次翻嚟再见，拜拜。